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净空法师简介：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大学荣誉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南昆士兰大学荣誉博士，澳洲晋宗学院院长，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董事主席，净空老法师。 法名绝境，字静空，一九二七年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俗名徐业红一九四九年旅居台湾省，一九五四年先后追随。 一代大哲，同城方东美教授、藏传高僧张家呼图克图，与儒佛大家济南李炳南老教授学习经史哲学以及佛法十三年。 而于佛教净土宗着力最多。一九五九年，法师于台北临济寺剃度，遂以恢复圣哲伦理道德教育、弘扬大乘佛法、慈悲精神为己任。 至今，二零一二，讲经教学五十四年，从无间断。首倡佛教，乃佛陀教育证明之说，大开印证经典及运用影音设备、网络。 卫星电视普及仁慈博爱之全民教育的风气，曾受聘任台北石浦寺三藏学院教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台湾中国内学院院长。 创办华藏视听图书馆、佛陀教育基金会，与澳洲敬宗学院指导新加坡敬宗学会创办弘法人才培训班。现今全球有百余所的佛陀教育机构。 聘请法师为永久导师，成千上万的听众通过远程教学向法师学习。除讲经教学外，法师对各类医药、教育、慈善救济事业也非常关注。 不分国家、宗教、族群，平等真诚的贡献力量。一九九七年始，旅居新加坡三年，致力团结新加坡九大宗教，告知世人世界不同宗教。 确实是可以团结的。公元二零零零年移居澳洲，两年后，二零零二年，即获颁澳洲格里菲斯大学荣誉博士，并获聘任荣誉教授。同年，图文巴市长。 颁发荣誉市民。次年，二零零三年，昆士兰大学以聘任法师为荣誉教授。二零零一年，更于澳洲图文吧成立净宗学院，除奖金教学，法师。 也大量制赠经论善书及光碟影片，免费流通世界各地，公开授权一切大众。其内容皆是有关圣贤教育、昌明伦理道德之言论思想。数年来。 更先后印制大藏经数千套，及购置《四库会要》，赠送世界各大图书馆、高级学府以及佛教单位。身负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使命感，凡是法师所到之处。 无不为团结种族、祥和社会、提升道德之理想尽心竭力。二零零三年七月，联合国国际和平大学在泰国曼谷举办国际研习会议，讨论宗教是冲突还是和平。 法师以澳洲格里菲斯大学教授身份，代表该校出席并讲演。同年八月，应邀参加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的“西藏光明万里情”义诊活动，为西藏同胞。 捐助治疗白内障的仪器与医疗基金，在世界灾难频传、国际恐怖分子活跃与多种传染病的袭击之下，人们对于和平安定的渴望与日俱增，对于宇宙和谐。 世界一家的理念也产生更广大的回响。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法师应印尼副总统罕扎哈兹之邀，至该国进行首次访问，会见前总统瓦希德长老以及政府各部首长。 及宗教代表谈话中，再三强调应重视弘扬宗教教育，对印尼的种族和谐及安定和平做了极具建设性的提议。长老及各代表纷纷表示热烈欢迎法师。 常到印尼讲经说法。二零零四年，法师先后荣获澳洲南昆士兰大学及印尼伊斯兰教州立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尽管对于毕生淡泊名利的法师而言， 世间的名闻利养，犹如过眼云烟。修道人绝无丝毫染浊，但这些荣誉却显示了世界各地的志士仁人，对于提倡多元文化教育以及重振伦理道德之刻不容缓，有着高度的共识。 正是基于这份肯定与认知，法师在澳洲、印尼等地与政教各界人士都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二零零四年一月，法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与亚洲非政府机构资讯网组织会议之邀，出席于日本冈山所举办的教育永续发展之国际会议，在大会讲演以及数天密集的访问座谈中，与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 及学者专家共聚一堂，探讨化解冲突之道。法师提出古圣先贤、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说明一切宗教都是仁慈博爱的教育。要想消除冲突，挽救劫难。 必须先从化解自己内心的冲突与不平做起。人人反求诸己，心地纯净纯善，世界必定充满光明。法师慈祥温和的风范，恳切真诚的言论。 加以深入浅出的说明，让来自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宗教人士及学者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表达了诚挚的敬仰之意。二零零四年四月，印尼国家宗教部部长塞德雅基先生。 邀请法师再度访问印尼，讲演中，法师就人道、爱、世界和平的主题，谆谆说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大同理想，必须建立在恢复圣贤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上。 二零零五年，荣获英国女王 A.M 勋衔，再次肯定了法师对多元文化教育与宗教团结的卓越贡献。半个世纪以来，法师足迹遍及五大洲，多次代表各大学。 至亚、澳等地参加国际和平会议，数次陪同新加坡九大宗教、印度尼西亚五大宗教代表团访问中国、罗马、埃及等宗教圣地与大学，所到之处。 不仅深受佛教信众的拥护爱戴，而且与各宗教人士亲切交流，真诚学习，成为坦诚相待的老朋友。二零零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澳代表多次访问老法师。 希望与澳洲晋宗学院合作，邀请真正有爱心、有道德、学问的老教授、专家学者讲演，法师倡导《弟子规》《时善业道经》等基础教学，以中、英、阿拉伯、西班牙、俄。 法六种语言，利用网络、卫星电视，二十四小时，在全世界各地区反复播放，向全球人士提供认识、学习神圣、至善、圆满伦理、道德、因果、宗教的教育。 鉴于近代各宗教逐渐视为偏重形式而缺乏实质的状况，法师积极提倡建立宗教大学或多元文化大学，培育各宗教教师、传道人员，深入教义，提升素质。 诚望各宗教学习者，皆能克奉仁慈博爱的精神，落实和谐社会的大同理想。对于今日社会，老法师更加强调，唯有深明因果教育，才能真正自利利他，自度度他。 若不明因果，纵然学习伦理道德教育，亦容易流于表面，徒具形式。故清代周安世先生云：“人人皆明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明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 法师近年特别强调要落实《弟子规》《十善业道经》《太上感应篇》的教诲，因为此儒释道三门基础，实乃一切伦理道德教育之大根大本。若非切实履行， 试出世间所有德行学问，仅如空中楼阁，自行化他均难真实成就。二十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曾说：“欲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 与大乘佛法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经验，使老法师深切认识到，唯有建立和谐社会示范区，才能使世人明白肯定人性本善，告知世人和谐是可以落实的。于是。 法师秉持着“淡开风气，不为师”的处事原则，于家乡安徽庐江县汤池镇建立文化教育中心，培养伦理道德教育的师资，展开小镇全民伦常教育，使他们道德水平显著提升。 民风淳朴，好礼之意。二零零六年，老法师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之邀，参加了纪念释迦牟尼佛诞辰二五五零周年纪念即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之盛会，并在会上。 多方阐扬，宗教是可以团结的，人民是可以交好的，圣贤传统文化教育对于现代社会仍深具实用。净空法师于二零零六年参与设置了由中国中央电视台。 东方之子栏目主持人陈大会主持，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制作的大型公益片《和谐拯救危机》节目，以深入介绍、弘扬中国五千年来的儒、释、道三种传统文化思想为主。 详细剖析当今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环境和人文危机的根源，以及阐述以和谐为宗旨的化解之道，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团结、化解冲突。 深刻认识和谐等诸多方面，均有深入的表述。和谐拯救危机的流通传播，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近三十多年来，弘扬净土法门范围最广。 影响最大，度众最多，无过净空老法师。简言之，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净空老法师。 立身处世不变的原则，仁慈博爱，修身为本，教学为先，是他讲经教学的纯一主旨。诚敬谦和，普令众生破迷起悟，离苦得乐，则为其生命的真实意义。 净空法师在中国佛学院的演讲，能净法师整理。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千年古刹北京法源寺，晴空万里，祥鸟鸣集。 中国佛学院师生身着黄色外装，列队迎候；居士信众手持鲜花，口诵佛号，两相列队于后。年逾古稀的当代净土宗大德净空老法师，精神饱满。 步履轻盈，随着广大信众的声声“阿弥陀佛”圣号，步入大雄宝殿，礼佛三拜，然后进入佛学院大礼堂，做了精彩的讲演。现依法师讲演录音记录如下。 并尽分章次，冠以标题，愿各同仁共沾法喜。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德，这一次也非常难得，我应国务院宗教局的邀请回国来访问。那么今天。 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此地见个面，我知道同学们都非常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因为每一次都给酒店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就是来看我的人太多了，这个酒店里。 整个公安都出动了，没见过这个情形，因此我变成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这次为了避免麻烦，酒店，所以住在钓鱼台。钓鱼台里还有不少同学，在钓鱼台的门口门房里面找我。 也给钓鱼台的警卫带来很多麻烦。他们说：“我这个客人很麻烦，怎么这么多人来找？又是电话，又是客人，因此我不敢回国来。我非常希望回国来看看诸位同修，希望将来我去看你们。” 你们不要来看我，我会去看你们。我去看你们，这样就比较上好多了。一，佛陀教育无上妙法，佛法在海外几十年来宣传的是佛教教育，唯有佛教教育。 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受益，也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学佛确实是人生最幸福、最圆满的享受。他教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佛的教诲，古大德们。 肯定佛所说的一切话，称为妙法。这到底妙在哪里呢？人家说出一个具体的道理出来，那是任何一部经都具足教、理、行、果四个圆满。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 也比不上的，不但一部经，甚至于每一句话都具足，都具足这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用现代的话来说，佛给我们讲的是真诚的教诲，佛心一点私心都没有，真诚的教诲。 他所讲的话里面有真实的道理，教导我们至善的行为。我们儒家讲的“止于至善”，但是只讲一个原则，没有说的很详细，没有说的很具体。后人依据集结成为这个生活规范的。 那就是礼，以礼，《礼记》《周礼》，这我们中国称为三礼，那是古人生活的典范，那是至善的行为。在佛法里面讲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呐、啊，这个都是散布在一切经论中的。 所以，佛教导我们的是止于至善的行为。我们依照佛的教诲，认真的学习，我们会得到什么？用现代化来说，人生最高的享受、最幸福、最美满的享受。佛字字句句。 都具足这个四分，这四个条件，称之为妙法。我们应该怎样去接受？古来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对于佛的教诲，我们要深信不疑。如果不理解他的道理，就没有办法得到最高享受。 所以一定要明其理，要依照他的教导去修行。修行，行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佛家讲三业，我们里面的想法、看法，意业行为；我们的言语，口业行为；我们身体一举一动。 深夜的行为，行为再多，身与意通通包括，所以要依照理论，依照方法，把我们的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叫做修行。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 这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佛的教诲。依照佛的教诲来修学。二，世界和平，教育为先。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动乱，全世界都动乱。欧洲现在在打仗，这个战争。 不知道怎样能结尾，会不会演变为世界大战？很难讲啊。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争执？佛告诉我们，由于我们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迷惑。 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那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误会，决定不能避免。这个事情要想解决，我们从历史来观察，从整个世界局势来观察。你想，今天巴尔干半岛这个事件，种族的问题。 宗教信仰的问题，这个就属于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种族的一种冲突。这个问题，政治不能解决，军事也不能解决。这个打仗只是记下仇恨，甚至于深仇大恨呐、啊。我们佛教讲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啊！他们不相信有来世，这真的有来世，来世还报复，这个事情有多麻烦，军事不能解决，因此我们才恍然大悟：释迦牟尼佛为了服务一切众生。 他是王子的身份，他可以做国王。他知道政治不能解决，因此国王不做了。我们到今天才知道，释迦牟尼佛武艺高强啊，他是将军呐、啊，他可以做元帅啊。他知道武力不能解决。 所以，将军也不做了。再要跟诸位说，经济也不能解决，科学技术也不能解决，真正能解决的，教育啊！你要教导人民，要教导群众，让大家都觉悟，都醒悟过来了，这问题。 才能解决。所以，中国儒家的教育、佛法的教育，第一个是教育做人的道理。你人都不会做了，你决定造罪业，决定要堕落啊！三，欲学佛道，先学做人。今天社会。 无论哪一个地区，犯罪率为什么那么高？不会做人呐、啊，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接受过做人的道理，他们怎么能会懂得？佛教导我们修行从哪里做起？从三福啊，《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 敬业三福啊，佛说的很清楚，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那就说明了过去是佛，现在佛，未来佛都要在这个基础上修学，你才能做佛，你才能成就啊。 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咱们做到没有？这头一条，这一条都做不到了，其他都没有了。像房子一样，这打地基呀、啊，基础啊，你们都受过三规了。 都受过五戒、菩萨戒了，管用吗？三归五戒菩萨戒是建立在此，这个第一个最重要，记住要记住。所以佛先教你做人，你是人中的善人，才能学佛。这具足这个一条。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那个慈心不杀，就是五戒的预备。你还没有受五戒，没有正式受五戒，先学，先学五戒，学好了以后，再正式受五戒，然后再提升，再升一级。 这就是第二幅了。第二幅头一句：“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才入佛门呐、啊。你前头没有这个条件，怎么能入得了佛门？所以，我们这个入佛门来凑热闹的。我上一次到这边来。 也跟诸位同学讲过，佛的学生，佛的弟子，是社会大众的榜样，社会大众的模范呐、啊。我们看到社会大众的错误，我们要把它纠正过来。从哪里纠正呢？从本身纠正，我们自己。 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现在我每到一个地区，同学非常热情，好事，我非常感动、感激。但是大家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乱了。那么，如果我们很整齐、很有秩序，社会大众看到我们好。 这个佛教了不起，这是佛的学生，确实跟一般大众不一样。他对佛教就升起尊敬心来，那我们无形当中这就弘法利生啊，不必开口说法，做做榜样给人看，他不守秩序。 我守秩序，他不守法律；我守法律，他不遵守规则；我遵守规则。佛教我们持戒，持戒就是守法。所以，不要死的去记教条，那全都是活的啊！国家的法律要遵守，地方的规约要遵守。 这就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入境要随俗。我们到外国，外国的法律跟中国的不一样。到哪一个国家，要遵守哪一个国家的法律。那么还有没有文字记载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都要打听清楚。 都要遵守，你到哪个地区，才会受到哪个地区的群众欢迎？这个是我们学佛，是佛陀教育给我们的。所以，从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那就奠定了大成的基础。发菩提心，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个三条是一句啊，是学佛的根本呢、啊、那佛法从哪里学起呢？从这里学起啊！舍弃这个，讲的再高，讲的再玄，不切实际，不能落实。 我们一点受用都得不到，所以佛法的修学要落实在生活上。我们真正把佛的教诲记住、理解，却做不到啊。那么有这样的基础，念佛才能往生啊。这个是《观无量寿经》，韦提希夫人。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他是遭遇到灾难了、啊。用现在讲的来说，他的儿子不孝啊，搞政变呐、啊，杀了父亲，把母亲幽禁起来，篡夺政权，遭这么大的难呐、啊，他灰心极了，所以求佛指导他。 有没有他方诸佛世界？他愿意往生，不愿意住在这个地方。世尊很民主，很开明，没有说是哪个世界好，哪个佛好，哪个没有介绍的。一切诸佛的刹土，完全展现在他面前。 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看见过一样，你通通看到，你自己选择。他选择极乐世界，选择阿弥陀佛，选择之后，世尊点头。你选的很好，选的很好，你很聪明。诸佛刹土。 你能够选中极乐世界，那么这是韦提希夫人求佛教他以什么方法能够往生？佛才讲这个三条啊，没有讲往生方法之前，先讲基础。你把这三点真正做到，然后念佛才能往生。 你要记住啊，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人，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要不善，到那里去发脾气，天天跟人吵架闹事，那极乐世界不是被你捣得一塌糊涂啊？那怎么可以呢？佛很慈悲。 欢迎你去，大众不允许啊！必须自己有善行，自己也要有上善的条件，得到西方极的世界，阿弥陀佛欢喜，大众也欢喜。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学佛啊，要向佛学习。 四，契合时机念佛第一。那么有很多人问我，昨天我们国家宗教局叶局长也问我，他问为什么要学净土宗？佛教宗派那么多，法师你为什么要学净土宗？ 为什么提倡净土宗？佛法宗派非常多，每一个宗派啊，典籍都非常丰富，学习很困难，太多了。净土宗的典籍很少啊，加上我们祖师大德附加上去的，也不过五经一论。 总共六种。现代的人工作繁忙，分秒必争，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那么多的典籍呀？越少越好啊！我们今天就找少的，找简单的，找容易的，没有别的，就为了这个原因呐、啊。 那些宗派不是不好，很好啊，没有时间去学习，也没有这个学习环境。五，拓开胸襟，普渡群生。我们生活都过得很苦，在外国，诸位不常到外国去，不了解。 我在外国住的很久，外国人的生活比我们中国人苦得多啊！我说的是大家不相信。我记得好像是八八年，我第一次回来，我陪着韩馆长这个护法到大连，当地有一些人，有的也是官员。 请我们吃饭，人也很多，就问起我们在国外情形。我说美国人的生活比不上中国，他感觉很惊讶。美国人住的洋房，家里都铺着地毯，出门都有汽车，家里都是电器设备。 怎么不如我们呢？我问他们一句话：“我说你们在座的这些人，哪一个是负债过日子的？”他们面面相看，没有一个都没有。美国人过的日子赊账来的，不是自己呀、啊，向银行贷款。 保险公司贷款，每一个月攒钱还账，还到老，还到死，还没有还完。你说这种生活压力多痛苦？他如果有一天工作丢掉了，那房子、车子、银行都拉去拍卖去了，他一无所有。 那要靠一点点救济金过生活，那就和外面讨饭没两样啊！晚上在公园树下睡长板凳的很多，到外面去乞食啊！人家丢到垃圾桶里的食物，他们都去捡来吃。我们中国古人讲。 无债一身轻啊，那个日子过得多痛快啊！美国人从生下来就负债，死了都还不清，来生还有债，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所以，诸位细心观察观察去啊，你就相信。 我们古圣先贤教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正确的。我们生活虽然清苦有乐，外国人生活再富没有乐。我们有真正的乐，有精神上的享受啊。外国人那种娱乐，说老实话，就像现在吸毒一样。 麻醉呀、啊，他不是真乐啊，那很短暂的刺激呀、啊。真正的乐，我们给他讲，他也不懂，为什么呢？他那种脑子里没有那种乐的细胞啊。你有什么办法呢？他没有这种文化嘛。所以一些有智慧的、比较高层次的。 到中国来观光，非常羡慕中国人。外国人羡慕中国人的很多，中国人物质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过得那么快乐？为什么那么长寿？他们感觉非常奇怪。他们天天讲究保养，还是一生病。 中国人什么都没有，还偏偏长寿，还没有病，都能活到八十九十一百多岁的。所以，他们曾经来到中国做过调查，他也找不到原因呐、啊，总认为东方是个神秘的地区。外国人也很好奇。 必须要真正了解中国这个久远历史文化，他们才会懂得。六，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他们的问题、苦难也非常多、啊。我们是佛弟子，佛弟子没有国家的界限。 佛住在哪里呢？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住处啊。佛度众生，从来没有说度哪个地区众生啊。普度众生，那个范围多大？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佛陀教化的对象。 你们常常就是在佛寺当中念书文，也常常听到“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有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心量不能不拓开啊！我们帮助自己的国家，也要帮助别人国家。不帮助他们。 他们不懂，天天闹事，搞得整个世界不安宁、不太平，我们也受累呀、啊。所以，最近这些年里，我非常努力、认真在做，帮助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族群，希望宗教能团结，族群能够和睦合作。 这个新加坡李牧原居士，今天也到此地来了，就是今天我们做宗教团结、族群和睦做的最有力的一位居士。这个工作很重要啊！你想，中东为什么战争？种族、宗教、信仰不同，没人教啊！如果有人教， 这战争就化解了，所以这个工作急需要要做。我们基于什么态度做呢？真诚的爱心，佛家讲慈悲，他们讲爱心呢、啊？真诚的爱心，无私的布施，没有条件的布施，供养。 自然能感动人呐、啊，怎么会不能合作呢？怎么会不能和平相处呢？所以世间动乱，众生受苦，我们不要说什么那都是业障，那是罪业，把这个责任全推到那边去了，这是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应当要学佛菩萨，这个责任是自己的。我没有学得好，我没有做得好，所以社会动乱，所以众生这么苦。你能够回过头来，回头是岸呐、啊！自己认真努力，好好的学。我不能够感动众生。 不能够做一个好样子，时时警惕自己，认真努力，向佛菩萨学习，我们才能够度自己，才能够帮助社会啊，帮助一切众生，来化解这个时代的劫难。即使众生造的罪业太多了。 我们也认真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尽心尽力，在佛家讲，那就是圆满功德。我们一切学好，为谁学呢？为整个社会做的，为一切众生做的。我们念佛，为谁念的呢？ 为社会大众念的，为一切众生念的，你有这个心，这就是真正的回向啊！你没有这个心，天天念回向记，一天念一百遍也没有用啊！要真正有这个心呐、啊，点点滴滴为社会，为一切众生。 为不同的族群，为不同的宗教，所以我们今天来联合全世界的宗教，访问各个不同的族群。有人问法师：“你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佛陀《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落实啊，《华严经》。 我们一展开，你看看，参加华严法会就是两百七十多个族群，不同族群呐、啊，不同的社团呐、啊，他那一个族群比我们整个世界所有的族群还多，人众天众，说人众，不就把我们全部都包括了吗？ 说天众，则包括欲界天、色界天。纵然无色界不包嘛，也有十几个不同的族类，他们是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族类、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为什么能够在华藏世界相处的那么好？ 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来自十面八方，也是各种不同的族类啊。到极乐世界，为什么能和平相处？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球这么小的地方，天天打架？ 为什么他们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能教的那么好？没有别的，天天教嘛，天天讲经说法，天天劝导大家，自己做一个好模范给大家看，大家都觉悟了，都明白了，所以。 不同族类也能和睦相处啊！尤其我们在华严上看到的特色，华严是各个,个第一啦，没有第二，这个是真平等。平等叫一真法界，各个,个第一。所以我们晓得外国人讲的多元化。 是各种不同的族类，大家一个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我们一个人自己这个身体就是多元生命共同体呀、啊，也是各个,个第一呀、啊，眼见第一，耳听第一，鼻嗅第一，不都是第一吗？ 不能说“我眼看第一，你耳听第二”，没有啊，那有第一、第二就打架了。各个,个第一嘛，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第一了，没有第二啊。大家第一了，就和平共处了，一有高下了，马上就来了。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 没有看到第二，诸位读《楞严经》，你看那《楞严经》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各个第一，也没有第二。这个道理我们要体会到。所以我们在外国跟许许多多宗教团体接触的时候，这一次我在澳洲。 参加一个世界和平组织，一共有三十多个宗教参加。我在里面讲呢，各个第一，我佛第一，基督教也第一，天主教第一，不打架了吗？嗯，我们佛经第一嘛，你的圣经也第一，这不就没事了，摆平了吗？ 你说我高过你，你不如我，他怎么会不打架了？第一是真的，是真理，是事实真相啊。第二是你的妄想啊，是你错误啊，没有第二啊。尽虚空遍法界，法法都第一。佛跟我们讲，我们证实。 我们仔细观察，你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仔细观察，确实跟佛讲的没错，个个都第一，这叫平等真法界。这一真法界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不能够放下，所以。 如果不通过佛法大成的学习，这个大道理我们怎么会懂啊？佛跟我们讲，虚空法界是一个整个的生命共同体。这大经上传下来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是共同一法身。 这不就是一个生命的整体吗？所以我们在整个生命整体里面，就好像一个个细胞一样啊，没有离开这个整体啊。这些大道理不能不透彻，不能不明了。所以今天解决社会问题，解决世界问题。 华严是最好的教科书啊！我把这个经呢、啊、介绍给许许多多的宗教领袖，他们听了也非常欢喜。我们宗教讲的，你读我的经典，我读你的经典。我们现在新加坡正在筹划建立一个佛学院。 佛学院里面所有宗教课程都有，各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都来给我们上课。我首先学你的，看看你要不要学我的。我带头啊！我不学他的，他就不读佛经了吗？我读你的，你也会读佛经了吗？ 这不就普度众生了吗？这样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是希望社会安定，不同的族类、不同的信仰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共存共荣，这样达到世界真正和平。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么做的，他做出好样子给我们看，我们要能体会，要能懂得佛的意思，要效法佛陀，决定没有私心，那个生活多自在多快活。七护持正法。 功德第一，你们这边的同学们有很多人见到我了，都想供养。我告诉大家，我在哪个地方供养哪个地方，我一分钱不会带走的。你们在法源寺供养我的，这个钱全部归法源寺。 上次我到九华山，九华山所有供养全归九华山，我一分钱不会带走。这个好啊，供养常住功德大，尤其这边这么多年轻的法师，他们是将来佛法的后继人呐、啊。续佛慧命，这是他们的事情啊。 我们对他们爱护，对他们护持，这是护持真正的佛法。昨天叶局长也跟我谈到，希望我在海外所做的，也能在国内来做。这个话说的非常之好。我今天所做的，完全是培养讲台上讲经。 或是要想培养讲经的弘法人才，就天天上台讲啊！不讲怎么能说得出来呢？天天上台讲，我把我在新加坡教学的方法告诉叶局长，他听得非常欢喜，他觉得这个方法好。其实。 老方法了，几千年传下来了，不是新的。我用的是老方法，老方法现在没有人用了，真能收到效。所以我教的学生，学生很苦啊，我们教的人很快乐啊，没事啊。学生要上台去讲经。 在下边听，讲错了，帮你改正。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要写你的讲稿，你的讲稿要写一万字啊！你一个星期写出一万字的讲稿，这个讲稿还要修正好几次。 先给同学们讲一遍，接受同学的批评，然后你去修订。第二次再上台跟大众来演讲，天天改进。所以我相信弘法的人才有啊，有弘法的能力，有弘法的热诚，护法的人没有啊。 没有护持，这个人才也会没有掉。护持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在早年在台湾，如果没有韩英馆长的护持，我也只有两条路：一个是赶金颤去了，一个就是还俗了，没有机会去讲了。 这个护法的是他给我找机会，制造机会啊，让我天天有上台讲的机缘。这个才叫真正护法，不是别的，不是给盖好的房子给你住，有好的东西来供养你，叫你生活，不是的，是叫我有机会上讲台。 听众三个、五个、十个、八个都没关系，我反正是在学讲经嘛，一定不能中断。我一出家就开始讲经，今天四十年，我讲了四十年没有中断，天天在讲，这才叫护法。韩馆长往生了。 阿弥陀佛接他走了，这个护法的工作呢，就是李牧原居士来承担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在做培训的工作，那么他也发心请我讲华严，所以华严现在新加坡还在讲。我们每一次的课堂。 都是在网络上，诸位将来假如有电脑入网，通通可以收看得到。每天有两个小时，天天看得到啊！全世界都看得到，这是我们目前能做到的。当然，我们还希望将来能够通过卫星电视。 那就更好了，更方便了。这是我们努力认真在做的。所以，同学们真正依照佛的教诲，先要真正孝顺父母啊，要修十善业啊，比什么都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解行一定要相应，只是解不行。 没有用啊！仁德法师到新加坡去参观，认为我们天天讲经，好像只有解没有行。结果看看我们的念佛堂，看到我们认真在念佛，他点头了。我们在新加坡的念佛堂，每天。 两小时讲经，所以这个道场非常兴旺。国内许多老法师去参观，都赞叹这是现在世界第一道场。李居士、李木原居士领导的，真正发菩提心呐、啊，没有一点私心呐、啊，为佛法，为社会。 为众生，所以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发心向李居士学习。李居士有两个录像带，这个是护持佛法的好榜样啊！贤护菩萨，你们不是在《无量寿经》上念过贤护菩萨吗？护持佛法。 护持弘法立生的这些年轻法师，佛法才能够发扬光大。今天时间有限，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时间来回到国内，大家跟我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多了。谢谢大家，净空法师。 在世界佛教论坛的演讲，心静，心安，心平。澳大利亚净宗学院院长净空，选自《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净空承蒙大会邀请，参加首届盛会，深感荣幸。论坛主题“和谐世界，从新开始”，又提出具体纲领：心静国土静，心安众生安。 心平，天下平。确实将当前世界社会问题的核心掌握到了，非常难得。净空学佛五十五年，教学讲经四十八年，仅以愚者易得。 供养诸位大德，敬请指教。心静、心安、心平，是大乘教学的中心目标。如何学习？如何落实？佛陀在《清净平等觉经里》里有圆满的理论。 周详的方法与令人满意的效果，《六祖坛经》说：“放下十恶，则心静；放下八邪，则心平；放下一切不善习染，心得安乐。”《十善经》说：“菩萨有一法。” 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为昼夜常念实善，思维实善，力行实善，不容毫分不善间杂，就能永断诸恶，善法圆满。其结果却是国土清净。 人民安乐，天下太平。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证明佛经所说一切法皆具法性之事实真相。水有见闻觉知，善心向水。 结晶美善，恶念相知，结晶丑陋，由是可知。身心和谐，必定感得健康长寿；人世环境和谐，则天时、地利、人和，国泰民安。 社会祥和，人民安乐。佛门四众弟子皆能效法佛陀，发大菩提心，大智、大悲、大愿，受持经教，认真奉行，为人演说。 是一切众生如父母、如兄弟、如子女，为做亲、为做师、为做好样子而教养之。和谐从我心行做起，我必须从内心深处化解。 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疑虑、矛盾、冲突，无对立则心平，无疑虑则心静，无矛盾、无冲突则心安。佛教的团结合作非常重要。 法性、法相、体用本来和谐，太和是性，中和是相，饱和是用，万物无一不合。不合是悖逆性德，必有灾难调正之。不同宗派。 同受佛化，亲兄弟也，不和是大不孝也。佛教的社会责任，即是世尊世现之身教，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协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和平安定，是现前世界迫切的需求。佛弟子应知，不同的宗教同出法性，同是心现事变。 皆是性德随心应量之化身，是我堂兄弟、表兄弟也，应当包容、尊重、关怀、敬爱、互助合作。华严云：“菩萨善用其心。” 则获一切圣妙功德，断一切恶，具足众善，于一切法无不自在。祝福世界各国国运昌隆，平等对待，和谐相处。诸位大德。 身体健康，六十吉祥，法源殊胜。标题为世界佛教论坛网编者所加。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二零零六年第五期专访。 净空法师，澳大利亚净宗学院院长。今天社会动乱，归根究底是因为疏忽了伦理、道德、因果和宗教四种教育，而要想真正化解冲突。 落实和平，就要从自己内心做起，将自己对人、对事、对物、对立的念头消除。若人人反求诸己，心地纯净纯善，世界必定充满光明。 只有放下执念，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才能真正做到心静、心安、心平。佛教具有和谐世界的精神和方法。现在，全世界每个人都关心。 如何化解冲突，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冲突更深的根是自己本身的冲突。要想真正化解冲突，落实和平，就要从自己内心做起，将自己对人。 对事、对物、对立的念头消除。中国佛教能够走向世界是一件好事，有助提升国家的形象，说明国家很支持宗教的发展。 而这次世界佛教论坛主题正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因为心静国土静，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后者是把问题的核心指出来了。 可是，心要怎么静，怎么安，怎么平？这可不是简单的问题。心静、心安、心平，这里其实是一而三，三而一，三位一体。只要得到一个。 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心清净了，哪有不安不平的道理？国土清净，社会安定，人民和乐，天下太平，总要大众觉悟才能办到，才能落实，而这就要求。 从修身为本、教学为先做起。至于普通人，首先要从内心化解对人、对事、对物的对立，我们的心才能平等；化解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疑虑。 心才能静，然后再进一步化解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心才能安。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学会自爱。人之所以不爱人，就是他不知道自爱。 一个自爱的人，他一生的方向、目标，决定是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众生服务、牺牲奉献。要想不贪、不嗔、不吃，最重要是从心做起。 骂你不生气，害你也不放在心上；别人侮辱自己、陷害自己，也没有一点怨恨，没有报复，心里很平静。对是非善恶清楚明了，至少我们要记住。 不随顺贪，放下一切贪欲，绝不随顺贪欲，清净无染；不随顺嗔恚，没有嗔恚心。别人诽谤我也好，侮辱我也好，陷害我也好，一丝一毫嗔恚都没有。 不随顺愚痴，处事待人接物要理智，不能用感情。用感情就是愚痴，用理智就是智慧。而要达到和谐世界，可以先从我开始，从我家开始。 家和万事兴，然后从我们社区开始，要真干。香港都是一栋大楼住几十户人家，大家老死不相往来，这是错误的。大家应该主动多走一步。 相互了解，比如新年到了，互相赠送贺卡，表达心意，消弭彼此间的隔膜，然后将这些效应慢慢扩大，从我们这个市开始，从我们国家开始，最后和谐世界。 就能落实。摘自《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访谈录》。世界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 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一九零九至二零零四），4, 为净空法师《大方广佛华严经讲记》题写书名。此书。 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